喂，老師，入嚟。范俊，老師，你嚟得啱啦，朕賜你一杯，你就係法蘭西嘅酒，好純嘅。哇塞，好在係我見到，萬一被啲多士羅塞睇到，傳出宮外，哇會俾人笑嘅。 朕喺出边人心目中一早就已经系笑柄啦，你估朕唔知咩？朕一日留喺紫禁城，一举一动都俾佢哋睇到神，连想出洋读书佢哋都唔俾。做呢个皇帝就好似为佢哋做咁。我知皇上仲为神赐离宫失败嘅事唔开心，但系皇上唔应该自暴自弃。好，咁你话俾朕知朕仲有啲咩可以做？ 日日喺宫里边就系读书食饭玩瞓觉，十八年啊！十八年日日都系咁。仲有嗰个瑾妃啊，佢当政自己系老佛爷咁，样样都要管住晒，连同朕最倾得埋嘅普杰普家而家都唔俾入宫。朕真系唔想做呢个皇帝。其实皇上都唔使咁心烦，有件大事等皇帝去做。 我有个日本朋友，前日喺北京居然买幅唐代五道子嘅松子天皇图。呢幅画应该收藏喺建福宫噶噃，冇乜理由。皇上对宫中文物嘅数目清唔清楚？宫中文物不断流失，皇上好应该马上清点。 呢啲系先朝供品，皇上见过噶，会唔会有事呢？宫中嘅古玩文物，成千上万，皇上点会有印象啊？而且呢几件系日本领事指定要嘅，佢出到二万个大洋噶。二万大洋，咁就博得过啦。啊，系啦，袁公公，上次都仲有啲数目，我攞俾你啊。 请点心？唔使啦，我点会信你唔过咧？大事不好啦，大事不好啦！皇上下旨令陈宝森清点建福公文物，仲下令五日列出清单，违者即斩啊！哎呀，你哋仲摆呢啲嘢出嚟，皇上见到唔得掂噶啦！哎呀，快啲收埋佢啦！皇上一定起咗疑心，陈宝森系皇上嘅师傅，为人肃正严谨，一定唔会埋账俾我哋。 咁点算啊？死梗啦！今次如果追究上嚟，我哋要杀头噶。咁咪唔使惊，我哋仲有五日时间，我哋大可以慢慢想下办法噶嘛。哎呀，仲有咩办法可以谂啫？你唔好嘈啦。事到如今，我哋唯有兵行险着。皇上，皇上。 皇上啊！皇上，嚟！咩事啊？等皇上，建福宫突然大火，点解会咁噶？皇上都唔知啊！请皇上立即回避，以策安全。饭桶，个个都系饭桶。朕叫你哋查失火嘅原因，查咗十几日，竟然连一啲线索都冇。 回皇上，建福宫附近广生楼、香云亭附近一带都变成灰烬，根本就冇线索可查。好啊，咁失火原因查唔到，建福宫里边总共失咗几多古玩文物？回皇上，呢个系建福宫文物嘅清单，请皇上过目。 呢一份清单都整理得好清楚，你哋办事真系快捷啊！谢皇上嘉许，你估朕唔清楚建福宫嘅古玩文物一早已经俾人偷运出宫咩？今次失火
分明是有人想销毁证据。皇上明察啦，就算俾个天奴才做胆，都唔敢瞒骗皇上啊。好，咁朕嚟问你，点解最初起火嘅时候，宫里边冇警报叫失火，一直到大火一发不可收拾、无可挽救嘅时候，你哋先发觉啊？呢都系当晚嘅值班侍卫失策，我已经将佢哋全部革职查办，赶回原籍。连人证都冇埋，你喺内务府做咁耐，真系精明能干。两位公公都入咗宫好多年啦，吓！皇上，奴才都系一心一意为皇上同太妃尽忠职守。尽忠？你哋唔配讲。皇上，你收声。就即日起革职离宫，凡宫内太监、刑司、舞弊，全部裁撤，即日离宫，不得有误。太妃，恐怕奴才以后唔能够好好咁服侍你，请太妃你保重啊。皇上，皇上实在太冇细路仔脾气，发生咗啲意外。又怎可以单单怪责你们呢？一日都是那个庄士敦，就是他唆摆皇上。太妃，他平时怎样教导皇上，你应该略知一二。哼，这个洋鬼子搞到皇上忘记祖宗教训，胡作皇威。咪就是他，他仲教皇上不知响应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还说要推翻我们大清嘅傳統添啊！嚇，係咯，裁撤太監係第一步，可能跟住係裁減宮女侍衛，甚至會廢除太妃皇娘啲傳統尊號，話要講咩人人平等自由。係咯，放肆，我一定唔可以俾佢咁做嘅。呢是什么音乐来的？朕都没听过的。乜你识嘅？是啊，你就是欧洲著名的作曲家莫扎特作的曲子，上次以前略略听过，所以未识咯。真是神奇了，一个小小铁盒就有声出。皇上啊，你说将来会不会发明到可以录低皇上的说话啦？而家啲科技咁先进，我相信唔使几耐，一定可以。哎，文秀啊，你识吹呢只歌，你吹俾朕听，好冇？好啊，坐喺嗰度，你坐喺度，慢慢吹俾朕听。你看看你们成何体统啊。皇上，你真是越来越多新花样了，日日系咁对住呢啲古灵精怪嘅西方怪玩意。太妃，呢啲唔系怪玩意，呢部叫做西方嘅留声机，系先进嘅发明。哼，睇嚟皇上你已经俾啲西洋人迷惑咗啦。你手上面嗰个又系咩嚟噶？回太妃。只不过是一件西洋乐器，叫做口琴。又是西洋玩意？
你身为皇上的贵妃，唔好好咁规劝皇上，仲用啲咁嘅嘢嚟迷惑皇上。太妃，你今日嚟好似有心为难朕噃。皇上，我只系唔想你再胡流落。你睇下你嘅打扮，成何体统啊！而家你仲要裁撤太监，皇上，你未免太过分啦。太妃咁多不满，其实主要系为咗呢件事啫。其实朕一早就知道太监会揾太妃出头。其实宫里边根本唔需要咁多太监，第一增加开支，第二佢哋互相勾结，私埋宫中文物，朕决不能轻恕。皇上，正所谓树大都有枯枝，你又点可以一竹篙打晒一船人啊？太妃，而家已经系新时代，太监之制根本就不合人道，不合时宜，而且历朝太监祸国殃民。我哋可以由周朝一直數到前朝嘅小李子，佢梳擺老佛爷，引八国联军入京。太妃，我相信你仲记得嘅。请恕臣妾多嘴，而今宫内太监实在嚣张放肆，平时对我哋主子嘅尚可尊敬，暗地里不时讪笑嘲弄，臣妾都听咗唔少。系啊，太妃。他哋周时为咗钱银就打交身世，上个月仲喺白和宫发生命案添。其实我哋都唔需要咁多。放肆！几时轮到你哋两个讲嘢啊？吓！无论点都好啦，时代已经唔同。太妃，你亦都无谓坚守旧制。朕既然系皇帝，下咗旨决唔会收翻，所有太监一定要出宫。是一件好事，不过三位太妃可能一时未适应呢个转变，我已经擅作主张保留咗50个小太监，拨归佢哋使用。知道皇上唔同意吗？算啦算啦。阿嫲，你最近憔悴咗好多。呢种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在这个时代，除了花天酒地、激情声色之外，还可以做得些什么？阿嬷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阿嬷今天很开心，皇上终于长大了，以后要好好地做一个皇帝。阿嬷老了，以后的事就全靠你。班都系蠢奴才，我教咗佢哋咁耐，冇一个识得服侍皇上。阿爹啊，我哋今晚去饮，你早啲休息啦。老爷，嗰啲饭已经煮好晒噶啦，等阵间你同小豪一齐食啦。我知啦，
啊，小豪呢个衰仔啊，成日都唔喺屋企嘅，去咗边啊？唔使讲啊，梗系走去后山玩啦。唔理佢嘅。阿爹啊，你身体唔系几好，入去唞下啦。系啊，老爷入去唞下。好，慢慢行啊。得啦，得啦。你睇下你，绑紧件衫污糟邋遢，快入去冲凉啊！等阵间同我哋一齐食饭，知唔知啊？知啦。嗯。周身泥玩到，唉，行啦我哋。爷爷。小豪，你翻嚟啦。系啊，爷爷，我今日出咗好多叔叔啊。小豪，爷爷带入皇宫玩好唔好啊？好啊，爷爷，人哋话皇宫里边又大又靓嘅。嗯，你咁精乖伶俐，皇上见到你，佢一定好欢喜。咁你几时带我见皇上啊？好快，爷爷就带你见皇上。好啊，好啊。世纪唔同嘅，都系咁。以为将世职革职，内务府就会有改变啦，点知支出一样系冇减少。皇上，新任内务大臣邵英虽然忠厚老实，唔会徇私舞弊，但系内务府上上下下咁多官员嘅职责难除，唔系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啊！咁唔通就由得佢哋一路继续咁落去咩？皇上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大力改革内务府。有个人选喺前清怀臣做过驻日本大使，又发誓唔同民国政府做事，佢思想开通。皇上有冇兴趣召见？系边个？郑孝衰。郑孝衰，原来你同张勋大人系认识嘅。回禀皇上，奴才的确系同张大人嘅共事天津。张大人佢也曾效忠于大清王朝，唉，只可惜天道良辰，咁样就过咗身，以后仲冇机会效忠皇上添。朕都好难过，但系佢既然临死之前都上表推荐你，而朕嘅老师庄士敦亦都称赞你嘅才能，朕好想听下你嘅意见。奴才才德尚浅，不过我以为，如果我哋大清要中兴复国，必定要做到安内和外。咩叫做安内和外啊？安内者，皇上应该改革内务府，做到开源节流，以充国库，仲要多行善举，尤其是要多啲接济我哋每人，以制造皇上圣贤之名。咁和外呢？上次皇上复位失败之后，除咗兵力不及之外，主要就系人员。皇上应该多去结交外交使节，打好关系，以争取到列国承认。如今民国总统三年一换，搞到民不聊生。冇错，现今总统曹锟就系一个大军阀。皇上，呢个就系我哋千载难逢嘅机会。只要皇上做到安内和外，加上人心思变，我保证全国上下必定响应父皇。到时我哋黄龙旗高举。大清复国有期，好，庄士敦果然冇讲错，朕正需要你啲咁嘅忠臣。郑孝衰接旨，扎，朕封你为内务总管大臣，加太子少保，赐紫禁城骑马，
徹底替朕改革內務府。謝皇上。哎，燉頭啊嘛，記住喎，大家。啊，開始。用右腳啊嘛。皇上啊，臣妾已經踩咗你好多腳啦，唔學啦。唔學點得咧？呢一種西方舞係外國宴會上普通女子嘅禮節嚟嘅啫，文秀都識啦，你唔識好失禮嘅。皇上要參加外國人嘅宴會咩？唔係，不過而家學咗，遲早一定有用噶嘛，係咪？再嚟多，你直手學啊，聽住我。要請的梗係請啲同朕同等地位嘅，而且朕唔使幾耐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嘅皇帝。朕以前好想離開紫禁城，睇下出邊嘅世界，但係而家反而想留喺度，為恢復我大清而努力。皇上，臣妾唔想受皇上嘅興，不過而家時移世易。大清依家只剩俾啲宮中侍衛，其餘嘅都改編為民國陸軍。大部分嘅滿人又剪邊易服，被漢族同化，市民邊有能力復國呢？文秀啊，國家大事又點到我哋插嘴呢？何況皇上自有主意嘅啦。皇上，就算你怪責臣妾，臣妾都要講嘅啦。所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臣妾都係唔想皇上接受唔到失敗啫。文秀啊，咩話？咁豈不是要將內務府裁撤？皇上，俗語都有話：置之死地而後生。要將長期積弊夾除，我睇要大刀闊斧。以後我哋嘅內務府要改為文書、總務、會計、採力四科，正簡則人稱視為節流嘅第一步。其他重複一定要改之，將年薪改為月薪，方便入帳。皇上。你唔贊成咩？朕唔係唔同意，不過咁樣改革牽連太大，朕怕宮中會反對。皇上，只要我哋目標做得正確，根本無需理會他人。向端康太妃请安。皇上，你过嚟啊！等我提前坐下嚟。皇上，你又瘦咗啦。皇上，我知道你一路。都唔喜歡我，你係咪覺得我好似老廢爺咁專制啊？嚇！皇上，我都唔等得幾耐啦，你好唔好聽埋我最後一番説話？太妃，你放心，朕一定緊遵太妃吩咐。皇上，你点做都好，你要记住，你系大清嘅皇帝啊！
系要改嫁，改成点都好，你千祈唔好做埋啲对唔住祖宗嘅事。朕知道点做噶啦，太妃你休息一下啦。太妃，太妃你见点啊？人呢？人呢？快啲传太医。太妃，冇事啊嘛你。被人压噶，太妃，你休息一下啦，吓，唔好讲咁多嘢。皇上，皇上你太过年少气盛啦，我都系为咗你好啫。嗰个内务大臣郑孝衰，佢嚟讲，佢讲佢要见日本人，皇上。你千祈唔好太过信佢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太妃，太妃，太妃。太妃，自瑾妃逝世以后，溥仪亦自知难有作为，终日沉迷于西方流行玩意，吃喝玩乐。紫禁城内风花雪月，城外则炮火连天，军阀之间展开第二次疾风大战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啊！嚟啦嚟啦，入嚟啦！王爷，大事不妙啦！咩事啊？吴佩孚手下冯玉祥突然倒戈相向，回师北京，听讲仲捉到嗰个总统曹锟添。唉，我仲估以为咩事咁大不了添。但呢几年啲军阀啊，个个都系你打我，我打你噶啦，都打到乱晒大龙啦。而家都应该轮到嗰个冯玉祥做总统噶啦。啊，你同我准备定一份厚礼啦。系，王爷。同上次嗰份差唔多得啦。系。皇上，吴佩孚已经撤咗军，冯玉祥佢已经控制整个北京城。咁点解景山上嘅军队仲要装上大炮？呢层我就唔系好清楚。不过冯玉祥下令全城戒严。而家情势非常危急，不过我喺混乱中听到，佢仲话要将皇上你驱逐出宫。啊，我记起啦，想当年将军大人扶持皇上复位嘅时候，冯玉祥也曾出兵攻打张大人。咁点算呢？景山上嘅大炮唔通对付我哋紫禁城呢？皇上，形势危急。不如暂时避入英国使馆。皇上，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，佢素来与西方使节关系良好，照我意见，你都系逃到日本使馆好啲。日本人信唔过，咁英国人靠得住咩？你哋唔好再嘈啦，而家都未证实系咪对付我哋，你哋而家马上出去探听，一有消息即刻通知朕啊！扎。皇上，食啲嘢。
皇上，唔好谂咁多啦，食啲嘢先啦。朕食唔落啊！皇上，既然琴晚成晚都冇事发生，可能只系谣传嚟啫。皇上身子要紧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仲参见皇上？点皇上？大事不妙啦！冯玉祥佢已经委派咗警备司令陆中麟带齐兵马入咗宫啦。仲有啊，佢话要将一切清室优待嘅条件全部废除，仲要马上离开紫禁城。皇上，咁点算？你出去挡住先。仲有，全纯亲王同埋所有皇宫大臣入宫商议。吓，快啲，快啲！皇上，呢一份系国务院啱啱通过嘅修正优待条件，由即日起，永远废除宣统皇帝嘅称号，并且立即迁出紫禁城，另觅地方居住。陆司令，其实李令尊以前都是我哋大清王朝故将嘅遗臣，唔知道你可唔可以代皇上翻去同冯玉祥将军讲一个情呢？呢啲系国务院嘅命令，冇人可以更改嘅。系嘅，系嘅。其实民国建立以嚟，我哋大清王朝响紫禁城内一向都系从规蹈矩，从未曾以民国政府对立过嘅。如果贸然咁样改变条件，似乎有啲唔合理。哼！上次张勋逢迫，颠覆民国，其实优惠条件早就应该废除。而家全国上下都有严惩伏辟祸首，以前民国唔敢做嘅嘢，而家我哋冯将军会为民请命，逐一同佢哋算账。皇上，皇上，点啊？奴才回禀皇上，民国政府坚持要皇上你马上签字，仲有啊，仲下令你十二点钟之前要离开宫中。皇上，你快想办法啦，我边有时间？你唔好烦住朕好唔好啊？皇上，请你尽早答复啦，因为景山嘅炮嘴已经对准我哋噶啦，佢话得唔到你嘅答复，就会即刻向我哋开火。咁即系点啊？即系逼朕一定要答应啦噃，朕唔系叫你全皇宫大臣入宫嘅，点解连而家一个都唔见噶？奴才回禀皇上，民国军已经将宫中内外隔绝咗啦，仲任何人等不得出入，仲连电话线都割埋添。系，皇上，据奴才所知，皇宫大臣好多已经同佢东交民行度商定添。皇上，请尽早答复啦。咁庄士敦同纯亲王咧？呢阵我就唔系好清楚，可能被拒于宫外咧。皇上，早啲答复啦。你出去拖延多一阵，争取多啲时间吓。揸。你仲喺度做咩啫？呢啲系我哋宫中至靓嘅羽泉龙井，仲有精美点心，你试下佢啊！我今次嚟唔系食点心嘅，咁要书筒签唔签？签唔签？皇上一定签嘅。不过皇上里头好忙，佢做完晒嘢，马上就签。哼！陆司令，唔知可唔可以俾个面我，通融到下午六点钟就走呢？咁样三点咧？多谢陆司令。你行快啲啦，小心啲啊！放一档，放一档。点啊？得佢啦，放低啲嘢，放呢度。
皇上，差唔多啦。得啦得啦，皇上。阿嫲，参见皇爷。得啦得啦，阿嫲，乜你入到宫嘅？我一听见话冯玉祥要逼宫，我就马上赶嚟啦。好在陆中伦系我嘅下属，所以得以放行咋。阿嫲，咁既然认识嘅，我哋可唔可以？虽然以前系我嘅下属，但系而家我只不过系民国一名普通嘅平民，佢唔会卖账噶啦。咁点算呢？仲有几个钟头啫，唔通我哋咁就束手待毙？皇上，算啦。其实我哋大清早就喺13年前已经覆亡啦。呢13年，我哋仲可以留喺呢个紫禁城度，已经系大清嘅福气。你无谓难过啦。但系今次我哋离开紫禁城，我哋再冇机会翻嚟噶啦。你佢哋开炮啦！系啊，唔好嘈啦！佢哋开炮啦，睇嚟佢哋乜嘢都敢做噶啦。皇上，你都系签字应承佢哋嘅条件罢啦。
伤痒可以盖过伤痕。